我这几天陆陆续续都有接到外卖的单子，也有就是来自上海啊、北京啊都有，山西都有。我昨天可能大概送了10单左右，今天大概早晨刚才应该有上去20单。大家都想要表达一下对陈祥龙同志的敬仰吧。群众各界来祭扫我们苏兵英雄陈祥龙烈士，加强了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。今后呢，要以陈祥龙烈士为主题，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。